哎，那怎么接？头发哪里怪怪的？头发哪里怪怪的？没有，太快了。大家好，我们是三个麻瓜，我是Fine，我是小冰，我是Fine。今天呢，我要来进行的是头发剪到多短，团员才会发现呢？今天呢，我就是要来剪他们两个啦。然后呢，我已经在网络上先买了这个假发，然后我又去上次去 Boris 那边呢，我有尽量把我的头发染成像这个假发差不多的颜色。对，没错，然后我还请 Boris 帮我修剪了一下，然后看一下我那时候坎坷的历程。好，我现在呢在 Boris 的发廊用头发，我一直很怕方案发现，因为我要染成那个假发的颜色。然后现在来偷偷的这个假发给 Boris 修剪。怎么那么长？我也不会。没事，没关系。超多，对吗？哇，辛苦了，这手会很酸吧？天哪！它会整个盖成，然后这两边，不然它会这样子。哦，对，不行不行，你要把它往旁边。哦，对，这样比较像。对，这样比较自然一点，比较像。哦，好。那现在呢，因为小兵陪方案然后去拍商案，所以呢我现在就在家里准备，他们等一下会回来边吃饭边讨论企划。那个时候呢，我就会先把相机都架好，然后就开始拍摄，然后我就会边吃饭的时候突然说肚子痛，然后我又去厕所的时候把我的头发这样子再剪，那当然不是我的头发，是这个假发。那我到底剪到多短的时候他们才会想说奇怪，他的头发怎么变这么短呢？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，好期待哦 ！Go！ 不会啊，我头发都进去了。谁是点最小的？我。你呀、啊。不一样，如果加不一样，你们有没有特别可以选？哦。好，来。哎，不要肥肉的。啊。圆饼皮皮的。为什么？哎，反正你还没好哦。那、哎、你要去哪？我在这吃。你怎么在耳环？哎，因为迎接。啊啊！我没有。我没有发现。怎么办？我没有发现啊！你好厉害哦！哎，很好吃哎，餐厅
纸够不够？来，你还好吗？哦，这什么、啊？都一样。对，应该差不多。好，放在把它弄牙齿。坐在这。然后是这。对啊，我喜欢。你坐里面了。我喜欢坐在这个，因为我觉得这个高度比较刚好。那个我都会怕跌倒，因为我会弄。坐这吧。没关系，海海，不然我这边再弄一个。海海，坐过去。因为阿姨我比较矮，我每次都觉得那个坐在上面有点难吃。不会啦，你是坐过。好吧。坐过去了，来。你们三个正好坐一起讨论。好，好可怜哦，我们三个。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子，这样就可以对看比较方便，怎么样？我们要讨论嘛。我这边再垫一个，我喜欢坐在地上吃。还是你坐这里？对啊。因为这边这边比较大。对啊，你坐上次南瓜那个位置。哦，你们还有牛肉。对呀、啊。是哪里碗？妈妈帮我拿冰箱里的那个咖啡牛乳，我要喝咖啡牛乳。我那时候刚拔完智齿啊，才是吃冰的。那这个是冰还是？哎，那怎么吃？头发哪里怪怪的？头发哪里怪怪的？头发哪里怪怪的？没有，太快了。怎么怪怪的？不对，他戴假发，你戴假发？没有吗？啊？那就这样子啊？什么东西？他头发颜色超怪的。啊？你戴假发？没有啊？真的很像假发。没有啊，那个是我的时候布鲁斯染这个颜色啊。我不晓得。上次染的。好怪哦。你没去过了？不是，这不是你的头皮啊。是啊，哦，那是我头发啊！大家在偷录啦！大家在偷录啦！你什么时候去买那个假发？我现在才看到他哎。没有啊，这你们假发啊？你们是假，我们是假发好不好？他怎么弄的、啊？他现在不太自然。哎、欸，你很厉害哎！没有，我一回来就觉得他的头发好像哪里怪怪的。怪怪的，因为我想说，该不会上次染成这个吧？嗯、所以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不是啊，是真的头发。那你怎么没有头发？你在剪，你刚去剪刘海啊？所以我刚刚才会这样子啊。他脸上面的那个发旋都好不自然，你看上面那个，是我头发吗？这里好奇怪，怪怪的。没有，刚刚我头发啊，我刚刚用的。你染成这个颜色？对啊，就是我的头发。什么意思啊？妈什么都没放，妈觉得一样啊。你们有穿衣服啊？天天在演哪一出？难怪整人哦。难怪妈妈要戴耳环。没有啊。妈妈，妈妈要戴耳环，不要卡。我整了。嗯？没有吧？他没有开啊。好奇怪。他没有开啊。哎、欸，他肉根很多哎、欸，还是你在整人啊？他在整人啊？我在整人，我怎么会当第一个发现的、啊？因为可是没有录影哦，我找不到其他的摄影机。他录影吧，他把那个关起来了。没有 ，Jacky 说没在录啊。Jacky 是哦，有了，有在录、啊。哎、欸，你很快就发现，很厉害、欸。那怎么办？要装。像我们要装被骗吗？看他演技还是啊，头发很明显啊。对，可是他去哪里来的假发、啊？可是不可能啊，弄假发不可能被你录影片啊。还是现在一定要去拍他的你的里面干嘛？到底是谁啊？是只有他还是你们两个？如果有我就不会当第一。反正我是清白的，我现在在怀疑你或你。我没有啦。现在是阿瓦隆。因为我不。你们两个一定有个是内应。我不是，我怎么可能是？你们两个联手。难怪他刚一直要我做这，我一直说我要做那。啊！干嘛？你怎么不出来啊？我不知道他的打算是什么。对啊，算了，先继续好了。
啊？他还发现阿姨戴耳环，好好笑。嗯，没有化妆，我只是想说每次都穿得很邋遢。现在真的要，现在我们要演吗？什么东西？怎么办？现在我们要演吗？还是要？啊，那我们继续吃饭。要讨论红豆红吗？嗯。好。那人家很久促进你的啦。欢迎刘酸。不行，我都准备那么久了。他们已经知道了。太爽哦。不行啊，观察太仔细。他还说阿姨戴了，对，每天都看你，每天都看你，然后我又回来，主要是因为他不一样了。我一进来我就想说，原来他跟 Boris 染成那个颜色，因为我完全不晓得你本来长这样。好，就去找。你刚刚还骗我哎，跟我说这个在录可能某某人可能会喜欢这种。某一关的挑战任务就是。遇到了。哎，你的裤子上怎么那么多头发、啊？早上剪刘海。早上在剪刘海。早上剪坏了。根本不自然。阿姨去，阿姨演那个手机有问题，要把大爸骗走。那干嘛干嘛？你们现在是叠对叠，是不是？你们现在在叠对叠，猜他们在干嘛？可是我们还不知道他要干嘛。阿水，这个计划会终止在你们发现他在干嘛，是不是？不会，我们不会去发现。所以你可以按那个解答铃，叮，我知道你在干嘛。还是这部影片的整人变成说，我们跟小花姐一起猜，谁可以先猜出花语要干嘛？大牌，你去哪里啊？他们交通费，因为通常报一定是报那个高铁。对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就是含高铁跟。那个租个车，然后就是去开车去送，去送就很方便，很快。对，还可以。开车下去，台中不远呐、啊，不像高雄我就开不了了。嗯。你怎么都不讲话、啊？哎、欸，你头发变短了、欸，被剪坏了啦。不要再剪。它的长度也变短了，而且它那个很不齐，不然现在剪成这样吗？Boris 的名号已经被打坏了。没有坏。我不想卖啊！我不想卖啊！好可怕！好可怕！我猜猜看好不好？你要看我们什么时候发现你的头发越来越短吗？啊？不是啊！我不知道哎、欸。你自己讲，你多辛苦。我那天去网络上买了这顶假发，发现那个发色跟我发色没有很合，然后我就请 Boris 帮我染成这个发色。哪里什么东西 Boris 的？就我们那天去用头发的时候，我就偷偷跟 Boris 讲说，帮我染成这个头发的颜色。但是因为我又想我的头发浅一点，所以 Boris 帮我染到那么深。失败。对，还是有一点像啊。我看一点都不像。不是，这是差很多，所以我一回来就觉得怪怪的。错了。你这发多少钱？500还是300？啊，好贵呀！好了，我戴了，好了。哎，可以啊，这就变成那个爆点，变成方案第一次变长发。好可爱呀！好可爱呀！这样子，你顺一下啦。啊？我还没看过方案。我不知道怎么顺头发哎。假发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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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